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航。我对面的这栋大楼就是刘强东花27亿买下的翠宫饭店，现在这栋大楼更名为京东科技大厦。这栋大楼位于北京市知春路76号，北临宇宙中心5道口，西接中国硅谷中关村。这一座有着传统中式建筑特色的老牌五星级酒店，在过去的20余年里光环无数，曾下榻过著名物理学家霍金，也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签约酒店接待八方来客，还见证过小米手机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。总之啊，这栋大楼一直位于中关村的黄金地段，可以说是中关村的标志性建筑。对于刘强东的这次收购啊，很多网友也是觉得京东可能并不是想进军酒店业，认为收购翠宫大酒店后，京东总部可能会迁移到这里，以便吸引附近的人才。现在京东科技大厦呀也还在施工过程中，这里啊也是与今日头条位于同一商业区，它不仅可以招揽人才，还可以方便京东员工更好的工作。在如此良好的网络氛围下，相信也能提高京东员工之间的核心竞争力。所以啊，刘强东收购翠宫酒店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今天的视频啊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